马上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水洞里面了，你看里面的嚎叫声，小石，感觉有点害怕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呵呵，今天我们在老挝的万荣，现在是早上8点钟，我们准备去参加我们昨天报的一日游的团。我这个装扮像不像东南亚人？这是我昨天在夜市刚刮10块钱买的，这个帅不帅气？像老太婆。你有见过这么帅气的老太婆？快上来。就坐这个车。对啊，这是他给你画东西了吗？他给我画了一个。这怎么卖几块吗？可以。但他里面玩人不多呀，好像就4个人。啊，一个人吗？真的，刚才他说我两个，然后再等两个，就4个。还接其他人吗？应该是去其他地方接。走了。早上还。你看早上连对面的山都看不清楚。我感觉这边比我们前几天在万象的多了，早上这个风都把我吹傻了。哦，就别人都穿了长裤长袖，就我们两个傻傻的穿一个短裤短袖，冻死。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还蛮远的，已经开了20多分钟还没到。大路转小路，小路转土路，这是要把我们拉去哪里呀？这真是进村了，这真是，你看这荒无人烟，小石，他万一把我们拉去加腰怎么办？跑都跑不了。开了1个小时，终于到了。我看到那边停了几辆跟我们一样的车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好，依然就是漂亮啊。可是我们没有带防水袋子吗？应该会发，你看，对吧？他们都会发一个防水袋子。到了到了，准备下车。这车坐的我累死了。我颠的腰酸背痛。哎呀，还好出太阳就不冷了，出太阳就暖和了。好多人在这里等。My name is Moon. Moon. Okay. Moon. Moon.刚才领队大概跟我们说了一下行程，我们先去水洞，水洞过后呢，然后我们再去象洞，好像说象洞没有水是吗？然后呢我们就吃饭，午饭的话好像是 barbecue， 吃鸡肉啊烧烤啊那些，然后回来过后我们下午我们去那个叫什么来着，那个穿越的叫什么来着，索道啊，对，我们滑那个索道。现在给我们发，他给我们发了一个防水袋，然后呢每个人要穿上救生衣就可以出发了。我们不会就是玩这个吧？应该是的，水洞。你也太简单了吧。对啊，要进到那个洞里面去啊，不然每个人头上为什么还带一个那个。我们现在在等着发装备，因为刚才有一队已经钻进去了，估计要等他们出来过后我们才能钻进去。那个洞毕竟不是很大，容纳不了那么多人。哦，好的，这么快就出来了。对啊，这估计进去一钻就看几分钟了。哎，是不是每个人抓着那个绳子前进，应该不会掉下去吧？要不会掉，这裤子要全部湿了。对，屁股应该全部湿的。你穿泳裤了吗？没有，鞋，你看，我看他们的鞋子都湿了。哦，屁股全湿了。带上我的探照灯，洞里面应该是乌漆嘛黑，所以需要这个灯了。是这样戴吗？不是，把这两边弄下来。戴好了，他帮我修好了。再看一下。好，亮 ，OK。应该到我们了。哦，有点害怕啊！但是说这个水好冰啊。回 ，OK。哦。龙妈你好。你好。对了嘛。冷，哇，这水好冰哦。好冰。好冰。冰了。哦。绳子呢？啊，好冷啊，小石。啊，哇，冰屁股。我先等你，不然我要飘走了。
OK OK OK， 快点快点！哇，是不是好冷？好冷，你在动我。我他一直走，一直走，我在等你一起，你快点。太冷了，我忘了吧。好冷。我飘走了，我飘走了。哎，我怎么转过来呀？我怎么转过来啊？这样子。小赵穿泳衣了。对啊，好冷啊！等一下上去怎么办？还有一下午的行程呢。到里面估计就拍不着了，里面乌漆嘛黑。哎呀，到了。大部队集合，好冷啊！我可不可以上来一点？马上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水洞里面了，好冷啊！这个水都冰屁股，你看里面的嚎叫声，小师，感觉有点害怕哦。哎，走了。哦，哎呦妈呀！啊！走不了了，怎么办？哇塞！什么感觉？你知道我又想往前走，又害怕他碰到我。那个走不动了。我要往里走了。哎呀，就这么大，还里面还有呢。里面好黑啊，小石。这是真的是去探险，真的水里探险。哇，里面好深。看得见，看得见一点点。好了，回吧，太累了。哎呀，我感觉有黑暗恐惧症的人不能在这里常待，害怕。什么 ？No back。No back. I want back. Oh my god. 他不让我回。我们本来打算回去了，因为刚才有人说前面也一样。冷，屁股冰冰凉。但现在有光了，大家都聚在这里。里面在尖叫什么？这水好冷啊！到顶了？应该是到顶了，他就在那儿停了。那个领队，这个洞好神奇哦！要整着了就困难。Come back, OK， 回去。Go。OK， 刚才我应该在最后面的，最后面省点力气啊。累了，回去，累了，要回去还得拉十几分钟的绳子。小石，我手滑了，没绳了。人呢？没绳子。
我一直在转圈圈。好了，终于出来了，我的妈呀！终于看到光了，好累啊！哎，这是软的，小石。哦，硬的，硬的。哎呀，好累呀，累不累？累。我感觉我要上去拉肚子。漂亮吗？嗯，一直冰屁股，一直冰肚子。小心啊。OK。这边小心。好的。哎呀。哎呀，终于不容易啊，出来。哎呀，我累了，我就想这样子飘着。不想动了，起不来。啊！哦哦哦 ！Thank you！ 啊啊！我的妈呀！我浑身都湿透了。哎呀！好，好凉。什么感觉？冰冰凉啊！我的妈！这感觉真的是水洞探险啊！因为你都不知道前面有什么，虽然一路来确实没什么，除了水就是洞。啊，你看我的衣服怎么办啊？接下来衣服还没干呢，马不停蹄下一站。现在是我们第二个景点象洞，这个里面好像是有一个长得很像大象的一个洞，这个、对，象鼻子。怎么？你说呢？到现在还是一直到这儿啊、哦，这下面全是湿的。衣服也不让我淋一下，我刚才坐在车的时候我裤子都还在滴水，现在都能淋出水来。这就是象洞，就这个。嗯，这里面也没什么呀，这也算一个景点嘛，就一个有点像大象的岩石在这儿。哎，我又饿了，我现在就只关心什么时候吃饭。跟团游你天天就想着吃什么，主要是刚才我们在那个洞里面拉那个绳子，这个手耗费太大的力气了，我觉得跟游泳一样累，每天就想着、哎、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吃饭。对啊，那我就跟这个团我不就为了他一顿饭吗？